长同志，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，准备完毕，请指示。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叶光富，航天员李聪，航天员李广苏，出发。是，敬礼。好，注意，一分钟准备。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是进入到了一分钟，现在摆杆应该马上就会打开了。五十秒。40秒。40秒。30秒。30秒。20秒。20秒。10 9 8 7 6 5 4 3 2 1，点火。2:09:59，右前程序转弯，程序转弯。长征二号 F 遥十八火箭已将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，翻板展开，工作正常。我宣布，神舟十八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。
中间站